24小时的浪，这是最冷门的时间，要等半个小时，对不对？确实。这是米其林推荐的一星的花道拉面，就在野方站，我们离我们住的地方呢，在五分钟的路程哦。不到。五分钟不到吗？叫做很快的吗？三分钟。肚子饿了吗？在外面闻这个味噌的味道，会不会觉得越来越饿，越来越饿？好香哦。这个味道的人，每一次回家的人都会等很久，就很想要这个味道。还可以加钱？是什么？哇，好像有三 menu 还是三 menu 是不是？你要新味噌吗？那哪一个？新味噌吗？超爱的，本次推荐米其林一星的。